根据外媒消息，巴克莱银行在过去四个月内裁员8000人，旨在加快削减企业成本。在2015年，巴克莱出现了3.94亿英镑的净亏损，这也引发了股东的不满。因此呢，巴克莱决定大幅裁员，并将未来2年的股息削减一半。